Lily 呢日仲暗示要将佢除咗爸爸妈妈嗰关，仲要过多一关噶。咁如果你拍拖嗰啲，系咪都要俾爸爸妈妈过先？其实我觉得拍拖咧，最紧要系自己中意先啦。咁即系自己中意行先咯。当然，如果父母喜欢嘅话，会系一个 bonus 嚟嘅。咁同埋我谂而家咧会可能仲要多个人过目啦，即系唔系话过目嘅，但系我爸爸啦，同埋林生都会好想我揾到一个好嘅对象咯，因为佢哋都系一个好锡我嘅长辈。嗱，想追 Lily， 除咗过完一关又一关，呢日佢仲话好中意收啲 handmade 嘅礼物，又话圣诞节仲未有人约啊！